阿姨，这是你最后一次力劫，你现在的魂力很有可能会挺不住的。放手！等等，阿姨，等等，等我给你寻个更好的命途。不用了，这最后一次力劫。 无论好坏，我都要自己做主，与各位无关。阿姨，阿姨，阿姨。笔墨浓淡，往事成墨。 神君的爱好倒是别致。小凤君认得吗？千年前涅槃之日，被搅得仙缘尽散，任谁也不能忘吧。千年前却是我莽撞，缘起在此，成心之前。神君这个礼，我受着了。多谢。神君做的这些点心。 实在是不合我的胃口，还有你修理的花园，让人越看越不顺眼。为何神君的错要让我来受呢？这些事情我会反省，努力做到更好。不必了，回你的清池宫。但我已经答应冯元姑姑了，应该说到做到吧。果然是神君，只顾自己仁义二字，全然不顾他人感受。还是如此。 行，你待在这儿，莫要出现在我的面前，眼不见为净。